我们认识的一个台湾青年，他做的一首歌，他用中文来做创作，这首歌叫做《大地》。那他是看着真古德的那个纪录片，他看了之后他很有感，然后他就写了曲，然后再谱了词。哎，他先写词，然后他才谱曲。他说，那他就是在他在想的是，我们人呢，跟这个大地万物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是如何？我们人存在在这个整个生命链里面呢，角色在哪里？那他就是在做一个自己的反思，他就做了这首歌《大地》，那是阿契，他的名字是阿契，为大家带来《大地》。大地。